在市长赖清德含着财政部处长吴东杰等人面呈了后，全国头一场的统一发表会的路跑，4月26号在台南都会公园开跑。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超过10万人参加，大家一面走一面各会当来欣赏着奇美博物馆，也因此规家伙做伙来走的民众嘛未少哦。对着统一发票杯的路跑，财政部处长吴东杰在活动开始之前，也向着大家来讲这场路跑所代表的意义。第一个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拿发票，在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开发票。跟各位报告，去年一整年统一发票的开立，为政府的税收创造了7300亿，其中营业税有3300亿，营所税有4000亿，可见各位拿发票为财政的贡献，那是非常大的，非常有意义的。那么这个活动的第二个目的呢，其实简单说就是透过各位捐发票的整个小小的捐赠，却为我们社福团体带来大大的爱心。去年一年我们总共在5场的活动呢，总共有民众踊跃的捐赠了130万张的发票。那么这些发票呢，已经都带给我们社福团体许多的爱心，所以我们这爱心要持续的推广。第三个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借着宣导发票的过程，也以各位多运动来路跑，那么在跑步中能够带来健康。这个统一发票呢，是国家税收的基础，同时也是从事公益一个非常好的管道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所募得的统一发票都将全数捐给我们台南市，包括伯利恒，包括生辉，包括慈光，以及台南市的盲人福利促进会。我代表这些弱势团体先表示感谢。台南市这个景点是目前观光的热门的景点啊，就是奇美博物馆。那今天来这边路跑，我们也欢迎大家有空哈，可以进到馆里面啊去参观啊，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走路跑做爱心，进一步也当来认识台南的风景，搁食到好食的小吃，也不怪赖市长。只要那是伫个这种场合，一定会讲叫大家爱，既然有心来啊，都爱加算几工啊，相信一定会来爱上台南。